狗，但是各位，流浪狗啊更需要大家关心，所以希望各位多赚一点钱，多护持护生园区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多救这些即将被屠杀的流浪狗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500-16766，500-1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奉为师长礼佛第24。今日到场同业大众，相与以为父母亲缘礼佛敬，赐父应念师长恩德，何以故耳？父母虽不生育我等，不能令我速离恶趣，师长与我恩德无量，大慈讲育，恒始修善，远除生死，到于彼岸，每事利益，令得见佛，除烦恼劫，永处无为。如此智德，谁能上报？若能终身行道，只可自立，非报师恩。所以佛言，天下善知识者，莫过师长，既能自度，亦复度人。相与今日，幸得出家，受具足戒，此之重恩，从师长得，岂可不人人追念此恩？相与至心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。奉为和尚阿舍离，同坛尊正，上中下座，各级眷属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最上佛，南无清净照佛，南无慧德佛，南无妙音声佛，南无导师佛，南无无碍藏佛，南无上师佛，南无大尊佛，南无智士佛，南无大焰佛，南无帝王佛，南无智力佛，南无威德佛，南无善明佛，南无明文佛，南无端严佛，南无无尘垢佛，南无威仪佛，南无世子君佛，南无天王佛，南无明生佛，南无殊胜佛，南无大藏佛，南无福德光佛，南无梵文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入世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。愿和尚阿舍离、同坛尊正、上中下座、各级眷属，从今日去自作道场，一切罪障皆得清净，一切重苦悉得解脱，一切烦恼皆得断除，随念往生诸佛净土，菩提行愿皆悉具足，财师无尽，法师无尽，
福德无尽，安乐无尽，寿命无尽，智慧无尽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，六神通力，如意自在，住首楞严三昧，得金刚身，不舍本事，还度众生，为十方比丘、比丘尼礼佛。第二十五。今日到场同业大众，以思礼拜之次，从复增道，五体投地，普为十方尽虚空界，现在未来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释迦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各级眷属，又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优婆塞、优婆夷各级眷属，复为从来信施坛悦善恶之事，有缘无缘各级眷属，如是人道一切人类各级眷属，今日以慈悲心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灯王佛，南无智顶佛，南无上天佛，南无地王佛，南无智解脱佛，南无金髻佛，南无罗侯日佛，南无莫能胜佛，南无摩尼净佛，南无善光佛，南无金旗佛，南无众德天王佛，南无法盖佛，南无德毕佛，南无央伽陀佛，南无美妙慧佛，南无唯一佛，南无诸威德佛，南无狮子髻佛，南无解脱相佛，南无威相佛，南无断流佛，南无慧藏佛，南无智聚佛，南无无碍赞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家富户。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释迦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各级眷属，又愿十方一切优婆塞、优婆夷各级眷属，又愿从来信施坛悦善恶之事，有缘无缘各级眷属，乃至一切人道、一切人类，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一切烦恼皆得断除，一切缘障皆得清净，一切罪业皆得消灭，一切众苦皆得解脱，离三障业，除五部位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，六神通力，如意自在，行菩萨行，入一乘道，度脱无边一切众生，为十方过去比丘、比丘尼礼佛。第二十六。今日到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，五体投地，待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过去比丘、比丘尼、释迦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，过去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广及十方一切人道、一切人类有命过者，各级眷属，今日以慈悲心等诸佛心同诸佛愿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宝聚佛，南无善音佛，南无山王相佛，南无法顶佛，南无解脱得佛，南无善端严佛，南无极深佛，南无爱语佛，南无狮子力佛，南无河楼那佛，南无狮子法佛，南无法力佛，南无爱乐佛，南无赞不动佛，南无咒明王佛，南无觉悟佛，南无妙明佛，南无意住意佛，南无光照佛，南无香德佛，南无令喜佛，南无不虚行佛。
南无灭慧佛，南无上色佛，南无善不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救护整皆。愿过去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释迦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各及眷属，又愿过去一切优婆塞、优婆夷各及眷属，若有地狱道苦，今日即得解脱；若有恶鬼道苦，今日即得解脱；若有畜生道苦，今日即得解脱。离八难地，受八福身，永舍恶道，长生净土。财施无尽，法施无尽，福德无尽，安乐无尽，寿命无尽，智慧无尽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，六神通力，如意自在，常得见佛闻法，行菩萨道，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，乃至尽修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广能度脱一切众生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八。天龙人主护世周全，施亲恩重莫于先，奉报在心田，众志前前，苦道理三千。南无不动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不动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不动地菩萨摩诃萨。初忏：八德池中涌现千花之妙相，八苦界内仰头万德之慈尊，弘宣八音八忍之妙法，普救八寒八热之言行，大慈慧见，怜悯有情，恩瞻有漏人天，福利无边国土，愿家哀悯见此圣音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起见慈悲道场忏法，今当第八卷批诵已完。于其坛内灯燃火树，火现新奇，茶烹阳现仙春，共列纯陀最后，奉承大觉金签，旁设十洲三岛，王古明王地主，忠臣烈士仙班，三界十方，四生九友，俱成无遮之法力，尽脱有漏之繁荣。出生疏利，奉为求忏众等，忏除罪垢，获大吉祥。不愿舍八邪见于有情界内，行八正道于无漏位中。八苦八难之余殃，障慈光而顿逝；八十八种之福田，假熏炼以圆融。沉沉自在，法把融通，波成大海，愿应千江。余音未空，同求忏悔。梁皇忏：八卷功德力，愿灭信人八垢罪，清正菩萨不动地，忏闻举处罪花飞，解了冤，忏了罪，消灾增福慧，龙华三会愿相逢，弥勒佛前亲受记。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。梁皇忏：八卷已全周，回向四恩并三友，拜忏众等增福寿。愿将法水洗千游，不动地菩萨唯愿哀纳受。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九。180持经满藏图，消灾延寿药师佛，毗卢心内于伽部，大乘经典共弥陀，正南方龙女，直至菩提路。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。入忏公文：道月于九天是。